请问一下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就是把储存了我们全部资产的手机落在了白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？大概就是已经忙到神志失常了吧，记忆力下降。对此你有什么的习惯又出来了？那对此你有什么就是反省或者想要说的吗？我决定你去找一个那个绳，把它给我拴在腰上或者挂在脖子上，然后一天都不取下来，就把它当成一个我的项链。嗯，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拉又，拜拜。拜拜。献给那些在一线保护我们的那些医护人的歌，白色的大厦送给他们。